怎么了？你这么想和我一起回家？一个人有点害怕。你害怕什么？怕你有危险。那你和我在一起，岂不是会跟我一起？我能保护你啊。怎么保护啊？怎么保护都行吗？那要看你敢不敢了。敢了。敢你还离我这么远？离你太近的话，我怕我有危险。什么危险？你呀、啊。那你不保护我了？我怕给我自己搭进去。你不试一下吗？试什么？没什么打算。试什么？没什么。是什么？为什么不是了？因为我也试完了呀。